一个让你们不太省心的晚辈。但是就是因为有你在，我这一路才能走得那么放心。不管出什么事情，你们都会在我身边。不行，现在剩下来的路我要自己一个人走。前段时间，朱一龙与毛晓彤现身上海剧组拍摄《盗墓笔记之重启》，穿着相同队服的两人一到片场就给我们上演了一大段精彩的无实物表演课。只见背着双肩包的朱一龙在导演喊了开始后就闭着眼睛微微的低下头，嘴里不断的念叨着什么。下一秒，朱一龙惊叫一声，猛地瞪大眼睛，才发现自己身处险地，只得抓住身边的绳索让自己保持平衡。环顾了一下四周环境后，朱一龙便开始跟自己身上并不存在的怪物较劲，那因为用力而有些颤抖的双手以及双下巴处的多处褶皱，使得朱一龙的表演相当的具有说服力。解决完自己身上的怪物后，朱一龙便赶紧跑到毛晓彤身边救助自己的搭档。这一次光靠蛮力可不行，朱一龙赶紧掏出身上的小刀，在毛晓彤身上割了好久，接着又用力将怪物在旁边的地上斩杀。一切都结束后，朱一龙掏出打火机完成了最后的拍摄。等导演喊了 OK 后，朱一龙立马从角色中脱身，笑着拉起毛晓彤。稍作准备后，两人便一脸嫌弃地看着工作人员，那小眼神，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地上真的全是怪物的尸体呢。《盗墓笔记》
集重启即将开播，圈圈也特意准备了剧组花絮，让大家先饱眼福。当天现场化妆师正在帮朱一龙整理妆发，而朱一龙一边乖乖站着任人摆弄，一边和身旁的陈明浩聊得不亦乐乎。只是在剧中有肺部疾病的朱一龙现场似乎有些感冒，即便在不拍戏时也依旧咳个不停，拍戏间隙更在戏服外披上大棉袄御寒。而在正式开拍前，虽然朱一龙一直刻意想演重咳嗽，但大概是感冒比较重，所以并没有什么效果，朱一龙也只好等自己咳完了才转过身来。不过虽然身体不适，只要投身到工作当中的朱一龙依旧十分认真。当天戏份中，剧中饰演胖子的陈明浩似乎有点心事，两人虽然一直在对话，却有些心不在焉。拍摄结束后，众人便向另一拍摄地转移，这时朱一龙才回到房车上休息。如此辛勤工作的爱豆，你们有没有多爱他一点呢？